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你的时候，愿你的灵就来充满我们，愿你来引导我们的脚步，除了我们所献上的不是心灵而已，不是意念而已，而是我们全人全心都要来颂赞你，都要来到你面前成为主你所使用的。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看见每一个脚步我们都立定在主你的根基当中，每一个脚步我们都要看见主你完完全全的掌管。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我们的救赎是由你而来。主，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的盼望、力量还有一切都在于你。主，让我们单单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成为粪土，但是我们的心却要定睛在主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主，你向我们应允，主，若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要使我们得着。主，让我们张口的是你的心意，让我们向你祈求的是主你所应允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要立定成为主你的喜悦。谢谢你，谢谢你从我们的引导，谢谢你过去所带领我们的每一个过程。当我们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再次仰望我们的前面的道路，知道主，我们要更多的向你来夸胜，因为主，你是我们在那仇敌面前，在那俗世的世上，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主，因为你已经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完全。主，谢谢你，愿我们在主面前献上的孩子，你所喜悦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神张口，主就要来充满我们。你若是大大张口，你若是大大张口。充满我们，主来到你面前，
知道你真的很爱我们，知道我们就住在你的爱里面。主，现在我们在面前祷告，恳求你把我们刚硬的心把它破碎，好让我们全人全心在你面前被你充满。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真的真的，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拯救我们，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在很多时候医治我们，叫我们脱离那危险，甚至帮救我们脱离那凶恶，脱离那诱惑。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单调，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生命最幸福的地方了。我们脱离了很多很多的危险。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知道那不是单调，因为很多人失去了，他们渴望的哀求就是希望能够回到主你的圣殿来。我们今天长久住在你爱里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引导我们敬拜，引导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渴慕，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让我们说，当那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见到主你的容面。主啊，希望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很真实的预备，正在预备见你的面，今天就在预备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看到神的荣耀充满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献上感恩，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心所预备的，你正在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祷告，因着进入到神的爱里面，我们心欢喜快乐。谢谢你，献上感恩。主啊，真的献上感恩，知道你今天要行大事。我知道你要行大事，主，我们预备好在你面前说，我们要被你得着，我们生命要更新，我们要更爱你，把我们自己这样交托给你。是的，我们等候你。再次说，主，我们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主耶稣真的爱你。我们是被主爱的人，我们是被拣选的人。请坐。姐妹，我相信每次祷告会，神在我们身上都已经预备好了，你也要预备。那你预备的时候，你要得着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要教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再次说，神的心意正要让我们明白。在每一次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希望神的话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请记得我们不是来这边突然祷告的，我们来自在这边是被神的话建立新的日子。那在我们同工退休会里面，我们希望有个主题，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做一个前言，让这个主题成我们前言。这个主题是，请大家注意，你生命有神的性情吗？好不好？你今天要不要做一个神的仆人？你如果是神的仆人，你一定要有神的性情，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那会变成骄傲，会变成跟世界是一样的。你真的有神的性情吗？如果你有神的性情，第一，你要忠心侍奉。弟兄姐妹，你忠心侍奉是怎么忠心侍奉？是因为你的信心加上德行。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有在做，你真的相信，你真的被神的话提醒，然后你眼光打开，你真的活出来，活出那行为，那就是真的有在侍奉。那你侍奉了以后，要注意你的侍奉基本要素是不是柔和跟谦卑。
有大部分的只要一侍奉，就是开始以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多大的一个力量。请记得神说你要柔和谦卑，所以柔和谦卑是从哪里开始？从知识开始。为什么要从知识开始说谦卑呢？弟兄姐妹，你如果一无是处的话，根本没有资格说谦卑，没有资格说谦卑。你跟马友友 坐在一起，他拉换大提琴，你一点资格说他拉得比你好的资格也没有，因为你跟差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要说谦卑一定是自己有进步才能够说谦卑。那 你有知识，然后再加上你生命的一个自我控制节制，那才能说谦卑。就弟兄姐妹，记得你要成长，你要成长。所以我每次看到我们同工在神面前一起造就，一起参加门训的时候，这就是成长的课程。第三，你真的有柔和谦卑之后，你要在，因为柔和谦卑使你的道路，使你的性情越来越像神，然后就会跟世界分别出来，知道吗？你一定会跟世界的样式越来越不一样，世界会不以为然，或攻击，或耻笑，或排挤你，或不以你为伍。那时候你要学习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灰心，不丧胆。那这个就是刚强壮胆，这个就是约书亚向道路学习摩西的道路第一课，学习摩西的道路第一课就是刚强壮胆，然后等候神在摩西身上的应许照样在他身上，然后最后你就是一个牧人。那好牧人当然是爱弟兄爱众人，那是爱弟兄爱众人。等一下我们要好，这个爱弟兄爱众人是一个很重要课程。你如果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话，千万不要随便说我有爱弟兄爱众人。那个周交际来往，那不是爱弟兄交际来往，不是爱，我们都有在一起吃水饺，我们都有一起出去玩，那不是爱弟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看，一定要看哦，什么是爱弟兄，什么是爱众人。你如果真的有这几项，就不会显懒不结果子。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立志要做一个显懒的人？有没有人？那你为什么还闲的？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所谓不闲懒，不闲懒是一定要有结果子才是不闲懒。那你有结果子，结在哪里？结在哪里？弟兄姐妹，给自己挑战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我跟大家看的一个圣经，这个圣经这段是已经感动一个礼拜了，感动一个礼拜了。好。那我在同工成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今天祷告会要跟大家分享，大家为这个祷告，我的仆人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仆人？平心而论，是的话啊，弟兄姐妹不要说是的话，一定要是哦。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你要知道这荣耀都要给谁？至高之处所充满荣耀给谁？地上平安归给谁？他所喜悦的人。你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好，第一不要太快说是，第二一定要说是，知道吗？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做到，他也说是，但是啊，既然不是的话，那就不敢说。对不起，你一定要说是。那你如果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说圣灵在做工了，圣灵在做工，我把灵将赐给他。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圣灵充满，不要太快去说你的现象。一定要赶快说，跟神的性情有份，会使你变化哦，会变化什么？变得跟神的性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围绕这个观念来走，好不好？你是不是神的性情？你是神，你有神的荣形象跟荣耀一个样式，但是有没有神的性情？如果你要有神的性情，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那第一，被圣灵充满，一定是忠心侍奉。他这个人哦，一定会照神的心，思周围要。一步一步都听到神的荣耀宫里传开。啊，第二个，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也就是说齁，他果真活出来荣耀。但是他不会呛声，他不会一天到晚说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这个观念，一定要这个观念，不要吹嘘自己。不要吹嘘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专业。不要以为自己是很能干哪一件事情，这会得罪神的哦。
所以有很多人说，哦，最不喜欢牧师说什么，不要专业的。那我们这些专业的怎么办？弟兄姐妹，我很想问他，你是专业吗？不要以为你做了哪一件事情很厉害就是专业。弟兄姐妹，不要得罪神，真的，我们越走这件事情，越知道所有成就事情都是神，都是神。但是神乐意用许多某一部分很强的人，乐意使用他们，因为他们一进入柔和谦卑，神就要用他们。只要这些很蛮不错的人，只要这些人在学业专精的领域里面，他能够进入到柔和谦卑，神就要用他们。但是神绝对不会使用自己认为自己很强的人来帮助教会做事，教会没有缺任何人，知道吗？教会没有缺任何人，只要自己认为我某一部分很强，我要来帮助教会做事，那个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只要某一个还不错的人，他柔和谦卑说：“我需要神，神就乐意使用他，被神使用的。”才是神的作为，好，那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喧哪扬声，然后他会有一个模式，他会有一个模式，他会刚强壮胆，他自己跟他引导的人都会出现压山的芦苇不折断，江场灯火他不吹灭，连一点点气息神都要把它，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已经怎样说呢？忧郁症也好，或者难过，或者是。啊，已经不行了！哎呀，我这个完蛋了，我这一生完蛋了。神就要让他，如果你愿意，好不好？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跟肢体联合，你再怎么薄弱，跟其他肢体一联合，你会发现合二为一的故事，使你生命再一次燃起希望。有很多爱你的人要爱你，有很多很多想要保护你的人，他们正在要爱你。好，弟兄姐妹，他讲真实，这个故事就会出来。他不会心不善胆，就是什么刚强壮胆。好，这故事将会出现什么？嘿，请大家注意哦，地上会充满这故事，还有海岛会等候他巡回。先把这句话记起来哦，海岛会等候他巡回。OK，好，我们看第二。所以神的仆人刚才讲的是神的仆人，第一个还记得忠心良善有没有？他一定会去，他一定会。使他四周围公理传开，而且他一定会不扬声不喧嚷，他一定会柔和谦卑的，然后他会一定会刚强壮胆，只要他四周围软弱了，都会重新扶起来。他站在什么地方，四周围都会出现燃起复兴的或者燃起希望的感觉。弟兄姐妹，只要神的仆人一站出来，四周围都会有。亲近的感觉，柔和的感觉，好喜欢，好喜欢连在一起的感觉，而且连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知道吗？神在地上就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一些什么机构，神在地上建立的是教会。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好好思想，你的生命够柔和吗？如果够的话，神告诉我们现在。灵性要来到你身上了，神把灵性赐给众人的这个神，他现在对你说："我耶和华公义招你，必财富你的时候保守你。"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句话，看了好几次，以前都直接跳过去，现在看这句话，这个礼拜看到这句话，我感动得一直流泪。原来啊，神要呼召你做事情的时候，是牵着你的手做的。我那时候感觉到一件事情。神如果呼召你，他是牵着你的手，说你把你手伸出来，我牵着你的手，然后也许把你的手在做领被囚出牢狱，领做黑暗出监牢，他把他呼吸呼吸，即使你拉着那些可怜的人拉他们一把的时候，你知道你拉他们一把的时候，你另一只手被谁牵着？被神牵着，你知道吗？所以你是一手被神牵着，一手要拉住那个出黑暗的人。凡你所愿意做的事情，都是被神牵着你走做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好感动，主啊，原来这一辈子做那么多事情，都是你牵着我所做的。如果有什么果效，那个人被神呼吸起来，是
神召你的时候，财富你所保守你做的。然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让很多人出来，出监牢，出牢狱，也就出黑暗。我们都会背那句话，对不对？出黑暗，然后怎样？入光明者。那你要帮助很多人出黑暗，帮助很多人绝望的帮助他们起来。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常常这样帮助他们起来的话，弟兄姐妹，其实你的生命是让很多人眼睛一亮，看见光明，看见光明，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地方看见说，原来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他在帮助我们，而且这个帮助是神亲自呼召你，用他全能的创造，还有不但是全能的创造，还有圣灵吹在你身上，那灵吹在你身上，使你得护心的那种荣耀将要出现。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神告诉你说，你天天现在哦，告诉你，你只要祷告，现在让你看见新事，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但现在一定有新事。弟兄姐妹，今天跟明天会不会有新事？你说，哎呀，上个礼拜同工退休会做好多好啊，暑假发生好多短线的事情，那都是什么？已经成就了。今天还会不会有新事？还会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说，哈，这个短线好像去年的事情，那怎么才上个月而已？因为太多什么新事了。弟兄姐妹，你身上有没有新事发生？这都没有啊，就那么很单调啊。弟兄姐妹，因为你都没有参与教会，知道吗？如果你有参与教会的话，你会啊，短线是上个月的事情吗？上个月的事情吗？好像你会发现一件，你如果参与教会的话，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发生了十几些，天天都有新的事，天天都有新事。那我现在把新事告诉你们，好，弟兄姐妹，当你预备好啊，你要了解神的手正牵着你，他带着你所做事，一手牵着你，要让你做什么事情，要让你看到在你身上有爱，而且是你就好像中宝一样，使你做众民的中宝，做外邦人的光。弟兄姐妹，也就是你站在中间，神的手牵你，你一只手你要扶起很多人。而弟兄姐妹，生命里面你要看见出黑暗入光明，很多人已经绝望了，你要把他们拉起来，他的绝望就好像监牢里面牢狱一样，你要把他拉起来，他们监牢好像这病都快死了，你要把他拉起来，他们已经污秽到一个地步了，你要让他们重新振奋，你真的要让他们重新振奋，那时候你要发现出黑暗入光明的果效。弟兄姐妹，神的手正在牵你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以后你做任何事情，出去除偶像，你是小组长，出去除偶像，出去医病祷告，出去任何权柄的祷告，出去任何为人祷告，你都要记得有一只手在牵着你，是神的手，他带你走，不要怕，不要怕，我用我的手财务你。弟兄姐妹，再来，刚才我们还记得吗？海岛必要听你的训诲，有没有？神在告诉你，连最边边、最边边的，他们都起来赞美神，他们听到就相信了，听到就相信了。弟兄姐妹，你其实是神的仆人，有时候真的神啊，会吗？你在讲这句话，那很远很远，最说最边边那个弟兄姐妹，他听到他就相信了，他的果效比你还大。有人了解吗？请记得一件事情，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你不愿意相信，那坐在很远很远的他相信，他起来赞美神，反而你不赞美神，反而你不愿意接受。航海和其中海岛上都起来赞美神，唱新歌，因为在他们那边很多新的荣耀出来。然后接下来在同工退休会最后来说一说，如果邀请你去伊索比亚，5万块十天，保证安全。哦，好多人举手。弟兄姐妹，你举高兴哟，还是假设性的？弟兄姐妹，不是假设性的，
那礼拜这个礼拜成根啊，同工会啊，我就问牧者说，明年春天好，如果我办弄了起来，要参加的举手，一共9个牧者要参加，啊，弟兄姐妹，但是不会旅行团哦，我们只限15个，而且限小组长的 level，去就是要传福音，不是要看非洲的风光。我们求主能够保守，今天事情是那种，非洲伊索比亚要起来唱歌赞美神，知道吗？你会听见的，最远的地方要起来赞美神，最偏远的南岛的就起来赞美神，最偏偏的南岛会起来赞美神，弟兄姐妹，最远处的山上的、山顶上的要起来呐喊，他们的歌声都好大声。啊，我们呢，弟兄姐妹啊，不要那么大声啊，吵死了，大那么大声，弟兄姐妹。今天赞美要不要大声？集尽你的力量来唱歌赞美神，知道吗？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尽量大声赞美神。他们必要呼喊，他们要大声呐喊，因为他们要呐喊，要像大力攻击仇敌一样的军队一样的那样的呐喊，那样呐喊要让耶利哥城倒下，要像那样的呐喊来赞美神。神说，我看这些人很久很久了，我现在要喊叫，事情要，神说我现在要说话，我一说话的时候，大山小岗变成荒场，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什么？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的道，这个就是对我们说的啦，使他们在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弟兄姐妹，你做神做都一样，神会牵着你手做。你如果是神的仆人，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而你是周围要出现呐喊跟大声赞美神。你赞美神的时候，用你的心，不是比大声，是用你的心，是不是全然？你如果心全然的时候，不是大声，但是是尽心尽力的唱歌赞美神。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啊，你那起笑跳不跳啊呢？弟兄姐妹。有些人高兴，他叫跳舞 ，yes， 就尽心尽力来跳舞。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全教会一起跳舞的时候，那么哎呦，拍垮啦，不跳了不睡。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跳舞绝对不好看。我们在座只有那些小妹妹唱跳舞好看而已哈。我们全部跳舞都不好看，但是全部一起来跳舞，真的感动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机会叫一起跳舞，通通都起来，通通起来，一眼看过去，全部都20岁。你要年轻，这是最好的方法。真的，你必定如鹰展翅上腾，如鹰返老还童。好，神说，但是还有一种人，依靠自己雕刻的偶像。什么叫雕刻的偶像？就是让自己显自己为荣耀的那种，一直在。每天在塑造自己荣耀的自己荣耀，神说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他们不愿意教会，我要做我的，我们自己要塑造我们的，而这些要就好像巴别塔一样，要使我们的名留住。神说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那神说，今天我们来看。神说话了，很多时候神不说话，并不是神啊没有能力，是那个时代神要让那个时代毁灭，过去那个时代没有用，全然丢弃的时代。但是神说，如果神的仆人起来说，神要说话了，全地要起来赞美，那时候海岛、各海岛、山上、部落那些最偏远的部落，他们都要大声唱歌。神的圣殿不唱歌吗？啊，弟兄姐妹，全地都要生命转化，我实实在在的要使这些瞎子行不认识的道，这些东西都要变成新的故事。你以前荣耀要变成荒场，变成走道。你要知道一些事情，你的水要失去，
那今天我们要想说，弟兄姐妹，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学习，全心全意的赞美神，你们阿们。你来教会有没有快乐？你一定要快乐，爱教会，你要全心全意的赞美神，你要学习尽量分别出来，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成为神的荣耀，因为那是真正的祝福。不要让人言人语，或者是世界的挫折、世界的障碍、世界的诱惑，就告诉你，世界嘲笑你。世界恭维你，世界肯定你，世界凌辱你，世界用什么方法？他只要一个目的就好，他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好，你离开神的家，是逼迫的方法也好，是吸引的方法也好，是欺骗你的方法也好，只要你离开神的家，yes，成功了，这是魔鬼的伎俩。弟兄姐妹，神的仆人。那不离开神的家，其实，你如果没有喜悦神的家，一定会被带走。你如果喜悦神的家，你的大声赞美就会变成何等大的快乐，何等大快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思想，神就说哈，你们这些以为神的仆人，但是总是都看不见、听不见的。你看见许多事，却不灵慧；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其实你并不是没有看见，你并不是没有听见，有，但是却不灵慧，却不灵慧。但是耶和华说，刚好相反。如果有谁喜欢神的律法，喜欢神的话语，我会使那个人为大为尊。弟兄姐妹，如果你喜欢神的话，喜欢神的心意，神会让你为大为尊。请千万不要留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说我忙碌，我什么，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忙碌，牧师你都不了解我们这些，所以把忙碌当做正确的，所以把很多自己的范围，我们这些都做事当做是正确的，甚至把牧师说一定赶快来教会当做错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做不到，要引为亏欠；如果你做不到，要把它当做盼望，努力去做到，而不是要保护自己说我们做不到才是对的，做到的好像是不对。啊，弟兄姐妹，虽然很多人这样子批评我，但是我自始至终都要说，尽心尽力来侍奉神是唯一对的答案。你做不到，向神祷告。你一定会渐渐做到了，但是绝对不可以把自己做不到当做是对的。你都不想我们这些人多忙碌啊，多忙碌！弟兄姐妹，神今天取你的生命，你一句忙碌的机会、忙碌的意念，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你会排除万难来祷告。但是神今天给我们机会，我们把机会全部夺走，放在自己的事业。放在自己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喜爱里面，全部夺走，夺走神的。然后弟兄姐妹，今天神在这个地方说，那些人神会使他们为大为尊，喜欢神话语的人。那你们中间有谁肯侧耳而听呢？谁肯留心听呢？哎，请注意下面这句话，以防什么？你们如果不侧耳听，将来你会进入到。像扫罗一样，全然失落；会像所罗门一样全然失落；会像大卫一样差一点全然失落。所以大卫最后才要说：“让我重新回到正直的灵，让我重新恢复。”弟兄姐妹，所有荣耀起来的，几乎都被魔鬼调走。成就感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在故事里面，神说，你还记得吗？是谁让雅各，谁让以色列，谁让神的家变成可怕，被奴役呢？是谁？神说，就是我了。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因为你们离弃我，所以我不再保护你们了。
不是，耶和华不是降灾祸在你们身上哦，耶和华是从现在开始我不保护你们了，把你们交出去。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平常不是单调哦，好、哦、啊，好像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单调，我们是一直被神保护，我们是一直在神的手眷顾里面，知道吗？神一直牵你的手，所以不要把今天没事当作单调。神要你好好侍奉，有太多事情要侍奉，做都做不完。弟兄姐妹，你常常说：“哎呦，我们教会怎么那么多事，那么多事？”弟兄姐妹，因为有太多事情神要交托我们做，一点也不单调。如果你不愿意参与在神的家，你会觉得很单调。来教会都那不像我们在外面，我忙碌。弟兄姐妹，自己选择，你要在外面忙碌还是在里面忙碌？啊，你这边里面忙碌，我们不是都没有赚钱吗？弟兄姐妹，好，再注意一下好不好？你如果在神的家忙碌的话，认真的话，神会祝福你的事业，神会祝福你的家庭，有没有阿们？相信吗？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们若为福音跟我的缘故，我的名的缘故，把这一切田产、兄弟姐妹什么，你的亲戚，还有田产，还有这一切丰富的，放在神后面，你会发现那些东西神都会赐福给他们几倍、百倍，有没有？所以赚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好好侍奉神，真的，有没有阿们？你一定要相信，赚钱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侍奉神。你说哦，都记得牧师叫我们去教会，那我们都不要赚钱，都不要养家了。好，你一辈子都不侍奉神，你就一辈子累，累你一辈子也赚不了钱，赚多少钱就掉多少。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谁说的？哈该说的。哈该是谁？不是撒该哦。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要选择专心为自己，可以，你会劳碌一辈子，你真的会劳碌一辈子，然后到后来叫做虚空。弟兄姐妹，当趁有今天的时候，当趁有今天的时候，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谁肯留心的听，注意以防将来。那查经的时候，我有跟他讲，其实有一个感动。我查经的时候先讲了，我说今天正式讲哈。60岁以上的，好不好？当然不要举手了哈。60岁以上跟40、50岁以下的，这个感动我真的一定要讲。60岁以上的，请大家注意。要保你的晚节，知道吗？要保你的晚节，我也是。也就是说，你一生在神面前那么的丰富，神告诉你说以防将来，意思是什么？你一生在神面前那么丰富，你最后一站要走得很精彩。我也要，我向神祷告，我要拼最后一次。那我好，耶和牧师，你说60到70你要拼最后一次，70你就开始嫌懒了，对不对？不是，70以后我要全心全力支持我下一代，我要向神祷告，我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还要强。弟兄姐妹，一直到死为止，我都要看到我们下一代丰富。但是我们为下一代好好做一件事情，为下一代做一件事情，这一代要建立台南市复兴的故事，下一代会在台南市复兴里面为神发光，有没有阿们？你不要在那边说我是基督教，那都骗人的。求主能够保守，在我们生命里面，旁边的人、外面的人都闻得出来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样式跟做事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四，很多都是你可以来追求。那周间呢？周间你会在公司里面，对不对？你会在学校，对不对？会在医院呢？会在哪里？会在很多地方。哈、哦，当导游的会在各地游玩。哈、哦，我最喜欢这个职业了。哈、哦，啊，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请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当牧师，知道吗？让人家感觉到你办公室的摆设，你说话的原则，你处理人的事情的原则，处理赚不赚钱，处理这账务的原则，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你这个人不想赚大钱，但是你这个人要侍奉神。我们老板真的是侍奉神老板，哎，我们那个经理是侍奉神的经理，好，我们那个刚进来的那个小弟实习生，哇，全公司就是神最祝福他，看得出来他是被神祝福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一件事情，神要用每一个属于神的在各个行业里面做牧师，然后他们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人他是哪一个教会的，也就是说你不但要被人家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棒基督徒，你要让他们感觉到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你那么棒，但是你有你的好棒的弟兄姐妹常常跟你也参与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被神所拥有的人。以法讲的好，你不在乎吗？好，最后我们来希望圣经说属灵的人在讲圣灵充满，你如果是圣灵充满，你如果是属灵的人，请记得我很在乎这个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再是你自己活着。圣灵充满不是有没有讲多少方言，说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是不是你自己活着，乃是什么？基督在你会有一个样式，基督在你活面，在你的道路里活着的样式，而那个样式会什么？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就是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渗透属灵的事情，然后你渗透属灵的事情之后，你会把以前的旧的事情把它放得下，很容易放得下，然后新的事情、新的敬拜、新的荣耀、新的祝福会在你身上一直出来。弟兄姐妹，那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天哪，我以前这么笨啊，为了要锁住那些旧的粪土浪费一辈子，当我开始新的事情的时候，新的日子、新的敬拜、新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比那些旧的事情荣耀好多。我一直守着那些旧的事情，然后累死了。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啊，刚才是讲60岁以上的齁，但是我讲40-50岁以下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40-50岁以下，当然包括年轻人啊齁，真的学习顺服。真的学习顺服。弟兄姐妹，顺服也是没有自己，对不对？顺服也是没有自己。阿哇家衰为什么要听牧师的？弟兄姐妹，不是衰不衰的问题。你一直说我自己面对神，我为什么听牧师的？弟兄姐妹，那是骄傲。因为死无对证啊，你就是你自己的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在一般的学校，一个学生来跟他讲说老师，我来上课2个礼拜，每天我觉得就是上这个二次方程式我已经很熟练了，老师说今天放开第3课我不要，为什么啊？我每次来都是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弟兄姐妹，你今天没有接受新的就是不对。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刚进来一个公司的一个职员，我拒绝老板告诉我说现在你要做一个新的事情，新的领受，新的样式，新的，我不要，我来这里已经2年了，每天都这样，有什么不对？我这样不对，不是对公司都很好吗？我对公司不是很正确吗？2年来我都是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老板说不对，现在有新的一个挑战，我拒绝，我认为我对公司已经很好了。弟兄姐妹，遇到这种人你会怎样？受不了。世界上的事情，更何况神的家？神的家是天天都有新意更新的挑战。挑战你要学习什么了？顺服啊，凭什么顺服你？弟兄姐妹，哎呀，我没有办法解释啊，等有一天你自己当主任牧师你就知道了啦。
你就知道挑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好，我想我们在故事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因为四五十岁，你还有生命的转换，还有，但是哈、哦，说真的，最好是不要这种观念呐、啊。因为神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没有所谓几岁，但是如果一般来讲，你还是在锻炼跟那个操练的时期，要学习顺服。自己六十岁以上的，请记得要把握你的生命，今还有今天就要做。还有今天，你要把握今天，不要在六十几岁的还要拼那个事业，拼那个，拼那个。弟兄姐妹，一生的虚空会变成在你身上，因为很多人都写这个故事的，空虚中的空虚。哇靠，这两个一马公空虚中的空虚，换到那个也是空虚的空虚。为什么？不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好把握住机会，全然为主摆上呢？全然的大声的赞美神呢、啊，弟兄姐妹，来，赞美神，侍奉神，你不会损失的，不会损失的。好，我想故事，以赛亚书42章对我们所说的故事，我把我的灵浇灌在他身上，末后时代，神的灵要浇灌他的仆人和他的使女。你预备好了吗？弟兄姐妹，神今天要用你，你性情要神的性情，神的喜乐在你身上，好不好？我们请同工上来。那第三首歌，那是我把我一生交给你，那个叫什么？我的一生啊，我现在生命给你啊。OK， 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稍后来带一次。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给神。OK。将自己完全献上。交托给你，我将自己不担心，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悲恨，一切的挣扎，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将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用真本心向我自己。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将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祝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我自己。我献上生命，祝我献上生命。将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
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